球迷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欢迎收看维基 TV 赛事直播，我是邓杰。我是王琦，很高兴又在赛道这儿和大家见面。对，好像看你之前也有来过。对，之前来过两次。有一次是讲古里十三骑，我观察。对，反正我觉得每一次来这讲棋都是一次特别愉快的经历。对，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第16届阿韩铜山杯16强战，由我们的孟主播对阵范廷钰。就是孟主播一直都看他去调侃别的棋手，好像调侃的都是对，有时候尺度挺大的。这次终于又可以讲到他的棋，我也是非 常终期于调待。侃一下他了。希望他可以给我这个机会。好。因为今天讲的是快棋啊，这个他们还没有挂上来棋谱。最近呢，听说是世界杯很火啊。世界杯实在太火，基本上每个男人的节日，可以这么说。就是晚上半夜都在看。那半夜肯定是要看的。然后仅次于世界杯的，据说是《爸爸去哪儿二》。对，《爸爸去哪儿》也是非常火的一个节目，对，起码它的那个一，《爸爸去哪儿》一的那个影响力，我觉得肯定是，就大家都记忆犹新。是我比对了一下，我更喜欢《爸爸去哪儿一对，反正一我是特别喜欢，而且我身边的亲戚啊，什么父母啊，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。》。对，然后这二嘛，虽然它现可能在还没很有火，建立起来感情，多看几集可能会好。对，确实对一的里面那几个小朋友，真是对每个都感觉感情很深，见了以后都特别的亲切。然后对，二突然看突这个然换全，了一波人，对不太啊。习惯了，有点。对，因为稍微少一点亲切感。对，据说就是希望围棋 TV 办一个围棋界的《爸爸去哪儿》啊，到时候您的女儿也可以过来一起。我是儿子。儿子啊，儿子啊，我听他们说是女儿对，确啊，实儿我子。们80后这一波棋手，现在很多人的就都有了孩子嘛，然后凑齐这么一支队伍肯定是没有问 题没的。有问题，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搞一个对，这个如活果动。TV 网要搞这个活动的话，那我们肯定都非常的愿意的。那非常好。棋依然没有挂上来。对，还没有挂上来。王梦梦这个棋手呢，就是他是，虽然他那个讲解特别有特色，但是他下棋我认为也是，就是更加有特色。起码他是我觉得所有棋手里边，就是最特立独行的，也是那个，就如果让我去猜，就是比赛中那种棋手的棋，我觉得猜他的棋是最难猜的，因为他的思维永远是跟普通棋手都不太一样。对，他这个风格是非常的鲜明，然后是，这样的棋手，就如果在他状态好的时候，那是应该是每个人对上他都会特别的头疼，因为他的思路跟你不一样啊，就是你的所有的构思意图都会被他打破。他比较突发奇招啊，是吗？这他下一些应该是不思维，平常的，对，思维方式的问题，应该总结一下，可以叫不甘平庸吧，我觉得是。是非常有特点，也是，是非常有激情。看来你对他非常了解啊。对，因为私下都是很好的朋友嘛，经常聊天，而且他确实也是非常有特点。好，那范廷钰呢？你对他怎么样感觉？范廷钰当然就比他扎实得据多。说他是少年老成，对，少年老成，棋确实有点像当年的李昌镐。确实他的形象也比较像。行，你是说他表情比较木讷，或者是没什么表情吗？对，这倒是，就是跟还范有他的廷整体风格也比较让我感觉是这样。钰，跟范廷钰下棋，一般是你无法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那种内心的就具体的想法的。其实我感觉职业棋手应该都是这样吧，表情上看不出来。不，很多棋手表情特别的突出，像有些棋 手比如呢，说是谁呢？想到了谁第一个？第一个当然想到古力了，
鼓励对鼓励下棋，其实表情也挺丰富的，而且他下棋，我觉得是他一般就是越得意的时候，嗯，就他会越表现纠结是吗？越那种越纠结越痛苦的那种样子，障眼法啊。就很多棋手是他的表情是反着来的啊、哦，对，他不想让你一下子就看穿了。嗯、但当然也有那种就是确实是很苦，嗯、就是很真实的那种，也是有的。哦，那像我想想 啊你想想，我记得我有一次记谱就碰到于斌老师是这样。于斌老师？对他，于斌老师说错了，不是于斌老师，嗯、是那个。嗯，我确实哪位要突然要说也说不出来。当然，每个棋手都会有那种，就是真的是觉得棋不怎么样的时候，他也会真的是很痛苦，会有这样的。对对对。但是像小范这种，就是不管什么，就是那个形势怎么样，永远是很麻木的那种样子，确实很少见。嗯。确实很老实。他就不表现在脸上。那孟泰林其实也是这样的。嗯孟泰林 啊孟泰林下棋表现也很丰富还是你比较了解一点。嗯，他居然还没有挂上来，还没有挂上来。嗯，哦，已经挂上来了。哎，为什么没有找到呢？挂上来了吗？我看还是大厅的问题，刷新一下啊。这很少见，一般五分钟以内应该要挂上来的。对，他说已经挂上来了，就是导播说已经挂上来了。嗯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嗯，那你先摆一下，我这边好好已经进去了。这是30秒一步的快棋啊，十次保留时间，所以应该是比较紧凑的。是范廷钰执黑啊，孟泰林执白棋。嗯，我这也看到了。这步范廷钰执黑是吧？对。嗯，这步他确实最近下的比较多。嗯，他最近都是用这一招棋布局。也不是都用，反正是用过好几盘。啊、哦，看来你经常看他的棋啊！啊，那肯定的啊。然后挂角，哎，这个挂角确实也少见，就一般这种棋都是会分头的。嗯，是。他挂角难道不怕他夹击吗？我觉得挂角一般的感觉都是会夹击。嗯。然后就形成一个整体的对对，扩张那样的。啊。对，好像是这种，哎，这边是个小目，哎，这好像关系不大，会有影响吗？影响不大，不管是星位，就是这挂到一下以后，嗯、这个还是直接这个。不过这挂角确实也是，如果分头的话，因为可能80%的棋手遇到这样都是会分头的，所以可能黑棋也对分头准备的比较充分，然后他这时候突然的挂角，这也是他那个独特的地方。哦，然后是这个，哎，那挂到一下还是比较舒服的。等于说，哎，已经占到便宜了。对，这确实占到便宜了。普通看棋谱都是直接分头，就是、嗯。就分头的话，因为这个黑棋多半就有可能会从这边逼。嗯。然后这时候你如果挂到一下，再本身分到这个的话，就已经可以了。而且高的似乎比低的。有它好的地方啊、哦，所以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势啊，打破了这边的黑棋的这个发展，嗯，它的模样形成，嗯，起码就是虽然美方只下4手棋，嗯，但是到这里我更倾向于白棋啊，看来，然后是挂这个，范廷钰啊，他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些套路的吧？那肯定。啊，我们接着往后面看。拆二一下，然后再拦。嗯，拆二完再拦，
我觉得本身我觉得这个棋应该是下成这样比较好，比较舒服。然后我再拆一个。对，然后你再拆一个，然后这样的话再挂进来四，就比较扎实一点。一般拆二的话、比较厚一点啊。对，被拖退基本上已经走不动，因为你如果现在去虎的话，这个形状明显不如刚才这个。目数要好，这边还有大飞。就这样的话，就只能从这边逼。哦。但是黑的现在又脱先了。如果黑棋，我感觉黑棋搬一个，搬一个，我得接上吧。对，你得接上，然后黑的把这个给逼住。我是要跳出来吗？正常是跳出来的。嗯。然后跳出来，黑的可能就是做活了。就是现在，我就通过看他的实战，我只能。去揣测黑棋的构思，就他觉得直接下上这样的，再在那挂角，就是白的肯定会尖顶了，肯定不会去夹击了，因为这边已经很厚了。所以呢，他想现在去挂角。哦，先设计好了。嗯。这时候白的应该只有夹击。嗯。那夹击。他居然直接从这儿过，夹击这时候其实黑的再翻了叉二，我觉得应该是不错呀。那我是不是得变一下？就出头。这个变一下，反正终归是黑的在攻白的。嗯，就本身是白的角黑的挂进来，然后下成这样，等于是白的没有明显的目数便宜，而且似乎黑的就还在攻着白的，那总觉得是黑棋会乐意一点。哦，倒是看不太出来。啊。范天钰现在就通过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的布局也是好像是跟一般棋手构思不太一样。可能这就是对棋的理解问题吧。他可能学的这块先不用管。对，反正我等会儿这块也有打入，他想跑出去之后会不会这样想？不，他可能他把棋全部走在目上。哦，他比较稳扎稳打。对，他也不想去攻你，他就想先把这边的木给你捞掉，然后施展这样。好，施展就是真的下在木上啊。的确。我看有好像有些比较见解的棋迷朋友给他的评价就是他的棋比较苦。苦。对，比较苦。为什么说苦呢？苦呢，就是因为他捞地捞的比较多嘛，然后就是别人棋比较厚，然后别人去攻击他，然后他就要一直在别人的厚壁中，那种夹缝中求生存。对，所以显得有点苦。的确是。然后他的棋一般都是在别人进攻他，而很少是他去进攻别人的。哦。这也是棋苦的另外一种解释吧。的确，永远是被进攻的一个。他因为都捞了实地了，所以说棋一般都走在里面。现在迅速三个角已经捞进了，第四个角其实白棋要走也只能虎，因为第四个角也是他占了一大半。迅速把四个角一捞。是哦，好，飞了一个。对，这不飞是显见的是要点。直接让黑棋不胡。因为现在如果再平庸的下的话，那他肯定就这样。最后下完之后，然后我估计他再把这个一，白棋好像棋形有点重复哦。对，这样就稍显重复。嗯，像我最早摆的那个搬了一拆，那种就有可能攻到白的，但小范显然就没有想过去攻击别人，他永远是先把实控捞走以后，然后你来攻他。他确实制攻能力也很强，对，起码在这一点上他显得和陈瑶叶有点像。
下成这样，白棋满意了吧？白棋我觉得非常满意。哦，等于像是这个，糊了一个，然后这边白棋又占到一个。嗯、对，两个要点都被白棋占去了。对。这个黑的有，确实是有点苦。范廷钰开始苦了。嗯，开始苦了。然后，嗯，尖冲，嗯，尖冲一个确实是比较好的感觉。就如果把这一篇都连上的话，因为这个子本身也是挺孤单的，对，一旦被白棋挂进去，对，这样确实就是把两块比较薄的棋连在一块儿，肯定是不错。嗯，但白棋肯定是不能让黑棋如愿，就白的肯定要想办法分断黑的，分断黑的、嗯、如果让黑棋连上的话，那白棋就没棋可下，有点中府太厚了，连上这边还能发展。对，连上以后白的确实稍显无趣，但是白棋 肯定会分断黑的的。哦，实战呢就是先打过来了。嗯，这个是肯定是要这么打的。嗯，然后我觉得如果这时候是一个就是比较那个防守性的棋手，或者是比较不喜力战棋手，可能这种普通拆一拆也可以考虑。看一下这个，然后就搬一下，就这样倒也是一盘。粘吗？粘也可以。粘会不会慢？感觉还是先来这边吧。啊、嗯。就这样也是一盘就是比较漫长的棋。嗯。如果像这样的话，可能是形势还早。但当然，孟泰林绝对是力量型。其实我对他的评价，就是能挑起战斗的地方，他肯定要挑起来，所以他打入。打入就是瞄着这地方的断点，对，他这步棋有了之后，这边战斗起来就有帮助了。嗯，反正他就是他的意图是现在这个挖断和这边的这步棋靠一个。嗯，就比如说黑的如果这边走的话，就防这个的话，这形状应该是靠的，就是我走外面，你走里面，是吧？对，这样的话就是你要走这个，我就走这个；你要走这个，或者走这个，我就搬进去。嗯。或者直接拖在这儿应该也行。现在，怕不怕长？长，对，就是长。如果长呢？长你得爬。现在可能有点担心长这个。然后立吗？立和爬都行。哦、这样还有点困难，所以要靠。对。但黑的肯定不会补这个，肯定会在这边走棋。他实在是。感觉下到这里啊，嗯、有没有白棋很主动的感觉？嗯，显然这盘棋，就现在是白棋去掌握着进攻的那一方。对。然后，嗯。但是这个局面我估计双方都是希望形成这样的局面。嗯，哦，也就是说他们俩棋风就是正好满意这个局面。因为孟泰林嘛，他肯定希望能发动攻势、嗯、而范廷钰他总是习惯的就把自己放在防守这一方。哦，所以我现在觉得下成这样局面应该双方都很满意。起码这两位棋手他们肯定都会很满意。的确啊，黑棋很稳，黑的这步棋实在是太扎实了。这步差一本来都是飞上来的，帮助一点嘛至少、啊、但是他这个反正就把地完全的拿住。嗯，好，继续挖了一个。嗯，这肯定是要挖断的。哎，挖的时候它不挡，如果挡的话就直接被断了。嗯，嗯，被断了之后好像这边还有问题。
对，那边还有问题，然后这边面对白棋的后势也很苦。对，这个确实不会挡，不会挡啊。嗯，所以它是长的。嗯，长的。嗯，长完这白的只有冲，这你不挡，显然是我只能冲。对，那下一步黑棋挡不挡呢？也不能挡，好像挡完之后还有一个穿象眼。不是穿象眼，会挡，因为白棋肯定要挖粘了。对，就挖粘是先手。挖粘完这好像被断，这个形状比刚才还要支离破碎似的。这两个那边可能都快出人命，这打可能要不了。打长。嗯，这个确实是有点苦，这面会不会被打出来了？哎，真的哎，这边一段打出来也吃不掉你，正好吃不掉吗？那你可以加，这加不是这个搂过来吗？看一下吧。这样一眼搞不清谁行，这样你再把这个长。嗯，这样首先我能不能吃掉你这边挺困难的。所以直接打出来应该不好。白的想办法在这边攻也应该也没问题，这黑的好像有点苦，就贴一贴就可以了。点方、嗯、点方粘上。对，白的速推完以后这边再分段，黑的就稍微觉得又来了。这好像反正被挂粘完，这个断在这儿好像黑的有点破碎的感觉啊，也是我走这么多还是没有空啊。嗯嗯，对，你就等于搬在他的铁头上应该没什么意思。对，好，实战就是长出来的。嗯，虽然这棋搬一个吧他不会说马上死，但是让自己下得很被动是没有必要哈，没有必要让自己。应该说这个搬有点过分了。有点过分啊。啊、哦。看起来是。白的是飞出，这也是分段黑的。嗯，飞一个是一边连着自己一边分段黑棋。这个。嗯。黑的实战这波飞确实也很独特。然后这么飞。对，一般感觉都是压的。对，但是压他是不是觉得被白棋长他有点贴着这个白棋了，一般感觉上是这样。但是小范他为什么愿意把棋就是下得比较苦呢？那自然就是他在制攻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，尤其是在防守的时候，像现在显然就是他防守的时候、嗯、他不怕冲断这个飞的意思是。嗯，冲断那个他应该是气了吗？气了。摆一下，气了，看看谁好。那我得了一个先手。这样等于是黑棋在付出一定的实力代价后把自己走后了。哦，对。走后。这块棋我肯定攻不到了以后。我想这样，估计。我再把这个抢到，怎么样呢？白棋，白棋可能也不差。嗯，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这地方还欠一靠出，然后黑的这块皮终究还不是很厚，但是应该不会有危险，还是可以跑、嗯、对，不会有危险。嗯，这样其实白棋也可以接受。哦，这样是不是这地方补一个白棋也可以接受？哦，补那儿哈。嗯，
下部这不打入很厉害啊、哦，这边变厚，这边就要补了。对。哦，这样补的话，补干净了吗？这还已经差不多了。哦。起码最严厉的打入没有。嗯。就这样的话，也是一局棋。然后实战，蒙塔林显然觉得这样就放过黑棋了，那样大家就进入了关子。等于他现在是又去挖这个啊，这个挖一般不能轻易下吧，就是里边和外边的交换。这个挖，那他显然是有他的后续手段，否则他平白无故肯定不会挖。对，他就是后面有招，他是为了冲断这个。哇，从这儿冲断。嗯，这就是他的构思。然后从这边打下去，打下去不行，好像。打下去是不是不行？打下去我们摆一下。嗯，打白棋应该是打这个的。那我得接上。你得站住。可以跑。然后跑。立一个。我怎么下？好像不太好下。这样确实不太行，因为现在。嗯，你现在这个要打掉，你不打掉，等于一会儿他尝试先手。哦。然后打掉这个，嗯、你立，别人还可以挡住你。这样的话你怎么跑？你已经回不去家了。对。这样就死了。回不去的话，这个空也没了。嗯，你要不立，打两下。如果我一见你再跑这个是啊。这确实也是一个复杂的对扇，这个拐有点先手的味道吧，是不是这边有断？对，这边确实有断。我这下把棋还是打掉这个算了。哦，打完拐被吃的太干净了。这样你拐的话，嗯，它是不是长一个就可以这个断跟那边见合？为什么要长一个？嗯，我想说直接断可不可以？因为长一个对那边肯定是先手。哦，肯定是先手啊。啊、哦，肯定100%先手，那下走一手黑的肯定死了。哦，这样确实黑的凶险。嗯，所以就是蒙塔林当初下这么一个俗手的挖粘，就为了后来一系列的战斗。对，就是看到这的时候应该是想着后面会有精彩的下法了。嗯嗯，那他冲断很厉害。对，冲断然后黑棋选择了闪躲。你尖尖一个。嗯，他下一步是两边。哦，两边都能回去。对，因为他等于是少打这一下，刚才打成这样的话，你再接白棋一立，黑的就没有形状了。哦，没有气了。 对， 对，现在接你如果再想刚才这样接的话，嗯，就又给打死了。是的是的。嗯，这就打死了。哦，那现在接是一个好时机。嗯，确实是防守的一手。白棋会不会这样做？白棋下说你最想下的一个啊，这个嗯，断，现在就可以断哦，征子有力，征子也有力，然后你也加不死，打了加的话就可以跑了。对，这等于这被打了一下，虽然之后黑棋也能把白棋搂成大包，但是也盯不住这一下。哦，而且这块快死了，好像。这块，主要是这边也不怎么样。嗯、对，这边也还没有什么用嘛。嗯。所以断的话，显然黑棋不能这样。黑的只能长。嗯。然后白的打。因为黑的之所以直接接，嗯，就是没有把这个逼白去缩这一下。但如果你没打这个，所以白棋现在要打这个，这打黑的不能粘了。他如果粘的话，就是这样的结果哈、啊。
你要吃这边，对，他要煎这边啊。白棋两边必得其一，这样又回到最初的那个图，只要被煎到这儿的话，黑的那个基本上要死了。是的，那么黑棋现在挺难办的呀。等于现在白棋一直在发力，黑的一直在闪躲。现在闪不掉了，怎么办呢？闪不掉就只能弃子嘛。啊，他实在是，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回去。回去。白棋下一手，猜一下啊，感觉像会下哪儿呀？能不能说是把这个贴出来？贴这个。因为我觉得提到这儿，这样子，哎，也满意了。这样，白的下步，其实我觉得贴和搬，哦，二选一吧。哦，不会提这个。因为你搬的话，黑的你看不会跑这个。哦，也是，他跑的话再被搂一圈，嗯，太惨了。所以说搬在这也比踢好。或者贴的话，就等于直接吃掉了。嗯，对，看看他是下哪个了。哦，他是选的搬，搬一个比较干净。对，好像贴一个的话，你还得花一手来吃，是吧？嗯，花一手，这样的话就已经可以不走了。以后这样就是他自己也比较轻，因为贴的话，黑的走起来，等于你还要给他借用。主要这三个是太小了，白的。就是没有必要再来一手。黑的主要黑的不会去跑它。嗯，是，如果这样下的话，就是黑棋还可以粘吗？粘出来。我发现你的力量比较大啊。黑棋不粘吗？啊，不粘吗？就是现在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我是说我等于说这里活了之后啊，你可以粘吧。那是要粘。我就是说白棋还要往这里还要黑一手吗？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白棋黑棋就白棋以后不用补了。嗯，对。我以为刚才直接你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们已经跟上进度了。好，那下到这里是孟泰林就是获利了吧？对，感觉上他攻杀出来吧，起码是从子力上来说，黑的丢盔弃甲，可以说。哦，下到这儿感觉黑棋这块什么都没有。嗯，这黑的反正最早他这个尖冲的跳，毕竟这个没连上的话，白的肯定就成功了。对，而且白棋的中间大又吃了十几目棋，好厚啊，好厚。现在这局面大概判断了一下，应该是白棋稍微好收就好下一点的局面。嗯，但是这个差距并没有拉开。是的，就是黑棋也还可以下。哦，嗯，完全可以下。嗯，他这不尖冲，尖冲了一个。这不尖冲，我怎么觉得他可能也是觉得形势不太好。嗯，其实看到这不尖冲，然后我又想到白棋第一感总会是拐，尤其是白棋是孟孟在下，这不拐，拐一个我就打吃先手吧。你这不打吃，我倒是没有想到。那我也走一个吧，打吃我确实没有想，我这不好，不是很好。嗯。那我就粘一个吧。嗯，哎，打吃挺好的。是的吗？一般下去，然后底。嗯，这样吗？然后攻你，这样等于白棋借这个后势把你攻完，一会儿白棋还可以虎出来。嗯。就我相信如果白棋觉得自己形势不好的时候肯定会选择这个图。这个图觉得白棋也挺好下势的。嗯，
但总感觉白棋没有必要吧，有风险是吧？对，那就被他欺负到了。对，他是爬的。哎，好像不是先走这个的，我这是先搬的。哦，先搬了一下。先搬了一下，然后。不过我刚才要拐，确实没有想到你这不打，你这不打好棋。是先手哈，这边要争。然后搬了一下再爬。嗯，应该是爬的吧？对，是爬的。然后黑的，等于这地方它监控在这儿，就是你越走它越来劲。嗯，你不敢断。啊，断的话我就正好。对，正好一个手机。对，再断就再断了。就是不敢断。那还得往里缩哦。嗯，既然忍了第一个，就得一直忍下去。那这边下成这样的话，白感觉黑的稍微挽回了一些损失。嗯。啊，这个必须要贴住，这又是后卫，又是演习。对。如果这个被走到，就整个棋形不太对了啊。啊。这连都不好连。是。连都有点问题。这个拐是眼见的棋所。啊，所以这个必须抢。这等于白棋这儿还生出了一段。哦，对，啊，怎么下几步又觉得还可以了？黑棋，刚才觉得黑棋很惨这块。黑棋起码这就他就全部走在木上，全部走在木上，他在那个被攻的时候，即使就是弃一下子，他的木应该是不会少，这样的话就导致你的局面始终拉不开，然后他只是偶尔便宜一点，就可以把局势重新的找回来。所以这是他的战术。对，这是他的战术。嗯，现在目数怎么样呢？我们判断一下。嗯，我来判断一下。嗯，这块棋大概20目棋。哦，20。这块11目。11，31。3米，然后这还欠一点，你先不算了。嗯。点2目稍微少了点。少了吧。嗯。点4目。好，点4目。35。对，这样是35。嗯，然后这个角大概10目棋。嗯，45。嗯，白棋。白棋这块10目棋。嗯。这块20目应该是不到。应该是不到。嗯。就差不多20。就算20吧。嗯。30。对。30加一个。这个10目都不好数，这个不好数，这个不是不好数，就10目肯定没有，没有，嗯，算他个5目棋，35，35，35，45，黑的45，但黑的就是这地方还欠一点，这里还有一个段哈，对，就是等于黑的这有些潜力，然后这地方因为黑的走一步，就又可以吃10几目棋，嗯，这里还有一个打入，嗯。哎，原来黑棋还不错呀。对啊，就简单判断一下，如果没有这个便宜线，嗯，贴成这样的话，感觉上白棋可以接受。对，白棋厚多了。嗯。白棋这都没断了。现在看来真的黑的不错。黑的不错，而且这以后断打，这断你得吃这边啊。嗯，不吃这边的话，我好像可以吃过来了。你希望他犯这种错误？啊，你吃这边的话，我这个断是不是可以？啊，断他本来也只有吃这个嘛。哦。这样就死了。他死了吗？这样很难跑，所以白的肯定要补的。哦。居然黑棋一下子就有力。刚才觉得这白棋下得很好的，嗯，这是白棋，就是手段非常的华丽，感觉他手筋层出层，对对对，层出不穷。可是黑棋它比较就是，嗯，扎实，先得到一些木。这黑的确实是像这种时候，它这个比较扎实的地方就体现出来，把木全部帮得死死的。对，嗯，这样其实。就是我完全找不到白棋到底哪里没下好，
这我觉得白的一直都下得很好的，但是为什么形势已经不利了？是可能这边会不会就是手段下的很多，但是实际目数没有得到？实际目数确实是没有得到。嗯，看起来这个很厚。其实如果现在回头让白选的话，白棋肯定宁愿选择就是你当初摆的那步冲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嗯。因为冲完以后，黑的这个目数跟刚才其实差不多。哎，是。然后白棋目数比这个肯定要多。而且是先手。对，而且当初白的没挖这个，然后这边应该起码是白棋的势力范围，而现在变成了黑的。对，还有一个断点。嗯。这怎么黑的下得好？对，黑的下得好。好，我看他实战。嗯，实战。逼这个拼的也很凶啊。因为他现在如果简单的补的话，他似乎觉得是这样，黑的跳，白的可能黑的插一个。刚才判断目数黑棋已经有十目以上的优势，现在好像白棋没什么掌控的空间。就如果这种比较普通的下的话，嗯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这不逼我总觉得有点过分。这种逼有点过分，逼黑的逼啊，黑的下的好扎实，全是捞空的啊，这个跳非常大，这白的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，白棋一目棋没走到，估计梦梦下这棋特别想发火。特别想发火，我怎么下那么多手段还是不太好呢？对，这可能就是范廷钰强的地方，就你跟他下可能会经常是觉得很舒服，嗯，然后就不行了，很舒服的不行了，越说他就越像李昌镐了，当年跟李昌镐交手其实都有这种感觉。是啊，对啊，都是觉得下得很舒服，怎么差距越来越大。是大局观比较好吗？应该是他对那种棋，尤其是对那种目数的独特的理解。哦。就有些东西呢，嗯，普通棋手那种觉得很舒服，但在他看来，你这并没有下在目上。每个人理解不一样。对，每个人理解不一样。嗯。这应该不是不一样，是他比较高的地方。对。就是他领先于其他棋手的地方。就像这盘棋，就是白棋这盘下很舒服又厚实。但是呢，你现在回过头来看，那似乎是挺重复的。嗯。没有下栏目上，这盘棋好像有点像教科书式的那种。啊。就黑棋的躲闪和腾挪有点像教科书式的。啊，后面呀。啊，震了这个。嗯，震了一个。那从这儿飞出。他可能觉得这里被白棋再守一个特别厚特别结实了啊，这步飞很高，我现在觉得很高。嗯，因为这地方这由于白棋欠手棋，所以白棋应该会连，你要连的话他加，然后我得分段。 对，然后他再跳，好像白棋走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哦，就是也打不到这块，黑棋轻松就能对攻不到这个。嗯，然后黑的现在就是走完这步以后，白棋等于最后的潜力可能都没有了。哎，真的哎，这些棋怎么发挥呢？很头疼。嗯，孟孟现在确实肯定是非常的头疼，因为他全现在已经找不到什么头绪了。是的，有没有强手？看看孟孟怎么下的吧。嗯，他的肯定不是粘就是爬嘛。嗯，爬一个。因为你现在如果打入的话是特别没劲。棋子。这个还是、这个。就加吧。加。嗯。对，他又把棋给，这有一个。
这样你吃它呢，一共也就吃了大概6、7目棋，这还没有它打入。哦，而且这个还不是很结实的空，以后。这已经算它结实，是吧？一共就没几目棋。好吧，对，就一共也就6、7目。这跟刚才我们的判断等于是白棋这儿的目变成了这儿，对，但是黑的等于是这目更加多了不说，白的怎么这边还？还要被攻，对，还有可能会被吃，所以他不会打，肯定要分段。整体攻击哦。站住，跳起，这个爬，现在看还不如粘呢，因为粘刚才这地方黑的还是欠手棋，那黑的这步跳本身就是一手棋，去这儿走了一个。我感觉局势更加恶化了呢。感觉黑棋跑得很快哦，现在你觉得这两个是谁在攻谁呢？哎，不一定，好像白棋也有点毛病。对，白的棋形很有问题。然后刺了一个。刺完，然后跳这边，不断点吗？不断点，惧怕你刚才断了一段，哈哈。让黑的，嗯，是这样飞过来了。嗯，黑的现在把这块棋简单处理好，应该就是很好下的局面。的确，这个白棋全部都是干子儿，是吧？现在你会发现黑的为什么都下在了木上？他治孤很厉害，就是这。你现在看出他防守厉害了吧？的确，然后扒了一下，像这个现在确实拼搏的下法，因为普通再这样下的话，可能黑了就简单走，这个空应该是怎么都不够，所以他先在这儿。寻求头绪，因为现在白棋一点头绪都没有，这黑的又扎实又厚，你攻不到它，而且目数黑棋还挺多。所以白棋就尽管下这种棋，不怕被反击。对，其实我在想，他早知现在何必当初，当初是不是还是应该拐出就尖冲的时候拐出来。来？哦。你拐出来。那种战斗，现在看，因为现在你很想找头绪，找不着。当年有头绪摆在你面前，对。当时可能他也是有一个优势的感觉，他起码觉得不差。嗯，下这个，刚才我们两个讲到这儿的时候，也觉得白棋挺舒服的嘛，对，完感觉全。白棋大优啊，那你有点乐观，我只是觉得我比是觉较得好。差优，你的形势不判断不知道，一判断好像出入很大。对。哎，现在黑棋进来了，哎，这个进来是不是给白棋头绪了呢？是呀，正好白棋没地儿找你的事儿呢。现在粘一个，感觉上，如果是优势的话，粘一个就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怎么下？那补在这儿吗？也不对，靠下去没？这有一点，你就补在这里，补在这里，它还有这个，其实粘一个，白的只是舒服了一下，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，我可以打入，我挤这个。黑棋下也很强硬。可能现在黑棋觉得这东西是他的后势，然后白的这边有孤棋，哦，现在攻防转换了。攻防转换，他就觉得是他后，所以他要发力。但他这个是不是有必要，还要看，因为快棋嘛，大家都不可能
就是把后面都看得很清楚。哦，对，这是快棋。啊，你以为快棋？对，你是不是把它当成了慢棋了？快棋的话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形，起码现在这一家这个角里边很大的机会吧。摸黑的虽说是没什么必要，但是也看不出白棋有什么明显的办法，白棋依然是很苦战。嗯，先打一个你的权利，然后这只好贴出，这不能被压住。是不是马上准备脚上出来？对，这都是基本上必然，现在就看脚上有没有问题了。脚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是怎么都不太行了。感觉要出问题，不知道感觉准不准。如果直接挡的话，可能是有点问题了。撑断了。嗯。两个子的气比较紧哈。对啊，这冲我家等于是明显黑棋慢一气。嗯。但他会先从这儿搬。搬。嗯。白的还是感觉太薄了。搬我只有挡啊。嗯，现在就粘。你暂时先手，我还得补断点。不过这个补好像提也是先手。啊，提也是先手啊。是不是？包进去了。啊，可以包进去。嗯，苦闷，确实苦闷。那黑的搬吗？是这么下的吗？是这么下的。啊，就这么下的。对。我刚刚还在想，这个会不会直接把这里补好？哦，那被一粘。这样不好了是吗？这样起码白棋就找到了那个，找到头绪了。哦，这块不活，这边厚，正好。嗯，因为刚才一切都在他计算，他就看出来吃一个飞的话，他有一般。已经计划好了。对。嗯。这得你虎一个肯定不行，你粘。应该也不太行，这被挡死。嗯，哦，是这样的挡，然后我这边长出来也没有用了。对对，棋子。现在是。打这边可以。估计长一个也死了。长一个啊？哎，为什么不打呢？打过呀。这个。嗯。走哪都行，都行，嗯，打过也可以。只要回去，白棋就没空。白棋这还都死进去了。对哦。实战白棋是先长。嗯。然后黑的把这个挡死。那这个棋。区别在哪里？嗯，区别就是。长的时候。冲了一个。现在别人冲这个，否则别人只。你这个打就挺好的，所以他冲的话，因为现在好像怎么都不太行了棋，所以他只能尽可能的制造出一些混乱。嗯，先尝一个，冲，尝了吗？这棋只好长，否则被一扣肯定死了。但长这能行吗？我觉得梦梦这盘棋很不发挥呢。嗯，你觉得这棋是不是不太好下了？哦，我这个走的话就被吃了，那没法下了。粘这边呢？但啊，
让你想办法，只能叹息一下。确实也很为难你啊，那打了长也可以。我估计梦梦此刻的心情应该也是这样的，很无奈。嗯，而且是怎么完全发不出力似的。对，哎，时针就是这么下的。不是，不是让他贴这个，他没有粘。直接挡，直接挡，那我吃了就好了。还是怎么吃？那怎么都可以了。他实战这样是更干净，因为这个更干净，因为它长嘛。嗯。像下部吃在这儿，连木薯连收气都没有了。哦，哇！看这么多白棋啊，到最后长的木可能就是这个。这给黑的还多出了十几木棋。嗯，真的。这盘棋木那么，到底哪里有问题呢？我真觉得他一开始下的挺舒服的，尤其是那两个地儿又虎到这儿又走到这儿。对，那黑的前面一直都是不疼不痒的下法，你看到现在就已经稳了，基本上就稳赢了吧。确实稳赢了，白棋没有发力的地方，而且差距越来越大。是，可能白棋就是这步爬也有问题。这个爬细说起来都是一些小问题。嗯，中间的这块后卫没有发挥出来，是不是？到最后这保棋还是保棋？因为他，因为黑棋只要没有孤棋的话，你的后就是不容易发挥啊。的确哦。嗯。可能白棋这盘棋现在他下完了没有？哦，他还在坚持。对。但是，反正就是，如果黑棋这两块棋都黑不死的话，那就下完了。应该还是不会死的吧？只能说这个我能。希望非常渺茫。能活。嗯，哎，这盘棋确实都是一些小细节导致的。其实看这样，我也在反思。我在想，如果这盘棋我是白棋，我对小范就一开始这种的下法，嗯，我会不会应对的比梦梦更好一点？也很难。也很难哦。啊，怎么就不够了呢？好像黑棋选择最稳妥的下法，这确实够稳妥，就先连回去就好。嗯嗯，没什么办法。嗯，是不是早先的这个袜有点有问题吗？哇，按说没有问题，因为嗯，他后来就是以你那个冲断，嗯，就那个形式，白棋肯定是不差的，嗯，先手哈，嗯，哎，那这么说，现在就这么说，他如果先冲断这个，然后白棋可以吃上他瓦占，行不行？也行啊，我们先等一会儿，是不是？先过会儿再说这个吧。对，先。梦梦毕竟还在坚持。一会儿逆转了怎么办？就是，这毕竟是快棋嘛，快棋就是还是有偶然性的。对。点这个。点。就如果黑的贴的话，它应该是点。嗯，这形状不太好。如果黑的退的话，他就进来了吗？怕吗？
怎么都不会怕。嗯，就黑的简单走走，看不出办法来，好像连的挺好的。莫非这个刺不让你刺着？嗯。哦，正这边，正这边我就。你这个刺还是有点俗。回不去吗？有点乱啊。这有点乱，这也不好回。其实你糊这个好像也挺清楚的。嗯。然后这长了，把这个冲过来，应该怎么糊了？对对对，这个清楚，这个清楚。白的在杀这一块。哈。我这地方好像冲完一般，有一只眼应该就杀不掉。要没一只眼的话，还是有点指望。对。这里我还有个眼。嗯。有眼，这儿只眼就不说了。怎么样的？哦，是这。嗯。那黑的直接刺这个。嗯。这不明白，他刚才不是挺清楚的吗？急。能靠这个，哇！小范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厉害。你靠，只有让他吃掉，就吃掉，然后你就补了断点。现在黑的要求就是把这个断点补上嘛。嗯。那这个黑的补的太好了。哦，先手补了。因为靠的时候。看了一下，白棋没有什么招吧？长？长或者搬这个。哦。不过不管你是长还是搬，黑棋都是顶。嗯，顶的话，你这边不能冲断，冲断就被贴死了。对。我得往回连。那等于黑的还是把自己都连上。嗯。现在我们要不要点一下空啊？点吧，点一下吧。如果这么下，点完以后你会觉得很残酷，因为现在差距应该很大。这个有十目，这没有十目啊？这个这点八目吧？啊，这么少？嗯，我是这么点，九目啊，这里还吃着的，反正加一目。但他一粘你，而且他有可能虎一个。哦，就目数要少很多。嗯，因为虎了之后里面是搬，搬完之后是点的吧？嗯。就如果白棋在劫杀绝对有利的情况下，可以打劫杀，可以打劫杀，做劫，打吃，我直接打这个劫就好了。哦，也是，我应该打这个劫。八目和九目都行，好吧，我是觉得它优势就只点八目好了。嗯，八目，八目。但这个角好像目数有点大呀，是吧？十九，将近二十目棋了。嗯，二十八，点两目。三十，嗯，三十，不算这个就六十五了。哦，六十五。然后白棋的目，哎呀，还欠个断。这个交换是不是？人一人补一个。算不算有断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算他十目棋已经很满了。嗯。十四、十五，刚才那个不是点了二十目吗？对吧？哦，二十。二十加十五，三十五。嗯。黑的六十五。三十五对六十五啊！而且你还要再补一手，对别人吃，别人可能就快八十目。所以那个差距。太恐怖了。所以白棋必须吃棋了。可是这边一靠怎么办呢？他是冲的。冲的。我冲这个。这边。嗯。那跟我们摆的很像啊。不同是他把这个冲去了。
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断了一个吗？不是。嗯，他先挤这个。挤这个的意思是，然后粘，它断也断不掉。他是不是想这样？才再这样？嗯，等现在如果你粘这个的话，就局部一尖你是死的，但是就是可能这边有先手啊，所以黑的最稳妥就把这个吃去，这样他这一只眼，下面一只眼，然后你必须要补这个，他再把下面一做活。这个做眼用。用加一个还是用什么？哎，不是很好做，局部好像只能是搬了虎这个做。打结哦，打结眼啊，搬了虎，然后我得尖，哎，对。啊，黑的还是直接吃了算，好像靠一个是不是死的挺清楚的。冲这个是先手。好像没用哎，没有用啊，断不能断，是没有用。本来我还想尖的话，他可能搬这个先生，他一虎就跑，但好像这样就直接死了。有靠的好棋啊，这样把这断，黑的还可以团在这儿。嗯，团那也行，都行，团那可以冲，还是团这儿吧。嗯。所以他没敢粘，他是冲这边的，对吗？他这个靠掉了。嗯，他是靠的。我这边棋谱都看不到。啊，是吗？嗯，他老断。那我来吧，他是跳了一下这个。嗯。这都没有，然后冲。这是想干什么？这样黑的连的很稳呀。黑的还把这个断了，断了你现在肯定不能冲断它，冲断它被打了一针，连气都没有，自己都要死了，就只好提，再把这个补。嗯，这个应该是黑棋有点，不是白棋有点下不动了。那下不动，然后哦，他这儿有残留的东西。嗯。哦。哦。弯呢？弯他一跳就活了。哦，有了这个就跳活了。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可以点了加死，是不是？对，冲了半也死了。哦，对，不用那么妙，都行。这个做劫啊，做劫，如果我反补回来，你就也是活了，跳一个就活了。嗯。哦。哦，他这儿他有个劫活，那倒是差距没那么大。黑的是。这个炸鸡差距虽然没那么大，但是似乎也够了。他第一个接着找了这个，嗯，然后黑子冲了一下提，他又找了这个，然后现在黑子等于把这个点了。嗯，点一个会不会？哦，断的时候脚上可以活，就自己是一个活棋就行，是吗？
这个黑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两边打结吗？哎，不是两边，是两边吧？这虽然是两边，但是这连环结有点惨。这样的白切，其他有力可以把这个吃了。哦，这个木薯挽回很多。如果是吃了的话，怎么样呢？即使这么惨，是吧？对。我刚才点30，盘面30目。确实，本来盘30呢，可能怎么也还是不行。该黑棋了，现在。嗯。3、5、7、8、9，可能这地方白棋走了一个后手20目。嗯。盘30，因为现在盘面10目该黑下。输的不多。还是输。哎，这个利，而且还能便宜呢。利只能团。团这边我有先手吧。是有先手。这也先手。是先手。惨，那边有点惨，嗯、所以白黑的这边只要最稳妥的就可以满意。这里面想来还有个棋啊。嗯。那实战呢？我看这边也已经下完了。实战又下了好多。大家好关注梦梦的棋啊。端这个。嗯。端这个。黑的反正就吃了吃就跟刚才一样。对，一样的。还没有吃掉。吃这个。提了吗？提了。他没提。没提。他提是怕粘。粘我要是提这边。他退。反正也大同小异，就是黑棋先手活。嗯，这个是活了。嗯，这棋先手就活了。嗯。那吃这个。反正黑棋活了就一样了。吃完题，黑棋又粘住。嗯，粘住了。哎，这还有一冲。哦，也就是我不能这样，本来想这样，结果。你还想这样？能提就。哎，提了，你好像也没活呀。提了，这地方就打劫呀。打劫，我是不是有戏了？看这冲怎么回事。冲，我得顶一个。断。嗯。哦，活了。你可以活。你这块呢？要死了。哼，力是先手的话，这边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这边我活这个，你活那个。哦，一人活一个。这个结果怎么样？感觉我赚到不少啊。白棋赚到不少。白棋，就这个力，总看它力道嘛。然后只要黑的这样，黑的这块跟白这块木薯一样的话，就差不多。现在显然是目数差不多。这边还有这个，有吗？不太有，不知道有没有，想想看。有还是没有？有。有啊。有。应该有，这样跳的话，嗯，贴回来，打一下就贴回来了。嗯，这块死了，太理想了，是不是？那确实有这一场，有这一场。哎呀，那这个棋怎么办呢？嗯，那黑棋下的没有你这么狠。
当然他可能有看到什么就是不能尝的问题吧。黑的想的只是把这盘棋赢了就可以了，我觉得你想总是要把它吃掉。我比较不稳健啊、哦。也不是不稳健了，就应该像你这样，只要看清楚就把它吃掉。嗯，不过我有时候经常是没看清楚，经常下半天很过瘾，然后被吃。嗯，是这么下的吗？这时候白棋没有提。嗯。白棋觉得。提一个是不是怕黑的冲？哦，白棋这儿有。嗯。提他怕冲吗？冲一个呢？给顶。刚才还可以这个，还可以。一样吧？哦，不一样吗？顶了。这怎么觉得是好长？看。立下。把三个子要不要？反黑棋只是活了，只是想活，想活你应该是拦不住，拦不住，所以他没提这个。嗯，好，这个地方他冲了一个，这其实，因为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，他又下了好多好多。进程有点没跟上。嗯。哦，他去打将了，可能他去搬一个。打将。嗯。哦，时间不够了，读秒。对。嗯。然后这时候黑棋去冲。哈，梦梦看到机会来了。不是，没有机会。没有机会。主要这块棋也不对。这是块死的。你看顶这个。然后黑的把这个踢了，现在黑的想法很简单，嗯，就是你活那个，他又吃这个。哦。可是我这个粘，比如说你活那个啊，你先放一手，比如说活了，我得先粘一下吧，才能杀你。挤一个就。挤一个就可以杀。不，这还是有一个这个。嗯，哦，哎，哦，不对，要粘那个。不用。嗯，不用吧？就为什么？嗯，打吃着啊！哦，这里可以回去啊！啊，这里可以回去。啊，我以为从这边打呢，看错了。哎，那这个黑棋下的不是很简单，那白棋总是要活那个。黑棋等于这个粘不是先手，不是绝先。我可以先活这边。你可以团。然后你断这边。是不是？嗯，我吃这个还是那个？走这个是先手，是这个吧？走这个得后手，是吧？对。走这儿我还得做活。断呢？提了。打吃。半粘。半粘是先手。是先手吗？是先手。哎，那那里怎么回事？这个就看这手棋活成什么样了，实战应该就是这个进程。如果这么下的话，对于范廷钰来说啊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安？他起码没必要下成这样，他这边不断直接冲，应该是白棋扛不住了。嗯。然后实战。我们摆的太多了。不，这个可以先放着，他一会儿估计是这样。哦。是让他冲。嗯。再冲。冲了再冲。这两个冲还是挺厉害的。打。大棋应该是进火。后手火。对，后手火。顶一下。顶。他搬。这是进火吗？进火。是进火。进火吗？嗯，看一下，解方。他虎这个是进火，这个好像不是进火。靠一个，只有靠吧。嗯。打吃。是进火，可以站后面吗？哎，不行。被挡住了。哦、嗯。
那是什么意思？本来可以进活的。本来可以进活的。哎，这好像有道死活题，就是这个啊。铺的时候是弯一个。对。标准思维。他现在是这个样子的，像这样他一看活不了，他直接不走，等于黑了一手棋也吃不掉。可是他没有必要吧？哎，黑的一手棋吃不掉是吗？对啊，黑棋走什么也是打劫。的确啊，我走这个，你就打后面，打这个，我提了你的提。哎，这很有意思。这黑棋走也是锦旗劫，白棋走也是锦旗劫。那白棋是白棋补这个了，先补这个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，已经补了。补这个。好吧，那拿掉。那这现在来看是白棋下的好，因为白棋如果只是虎这个嘛，它目数活的比较小，然后黑的就像刚才那样把这一吃，它肯定不够。哦。所以它是就诱使你来吃它。故意买个破绽，等于他一手棋能补活，他故意不补活，让你来走完以后，他去把这个补了。就意思是白棋这边便宜了啊，这边也便宜了，这边我还好好的。对啊。那边反正你也吃不掉。等于白多一个劫嘛，其他都一样。哎，那黑棋上当了，黑棋不点那个不就好了吗？对啊。黑棋不点那个，直接这个吃。是啊，直接吃就好了。他可能也是没有看见那边有、有一个打劫，他可能想怎么还在下呢。孟孟终于在最后的时候这种灵光一现、然后白棋，哦，他还先手把这个给吃回来。那个为什么变？如果跑，还可以长吧，打吃。打吃可以提。再打。再提。跑。对。跑不掉吗？这。哦。等于他这个还先手冲回来了。嗯。那确实锁得很大。我挡一下吧。嗯。我要不要先挡一下？我黑的这步棋也太稳了。那这还打着劫呢，先打劫也不行。黑的有没有被梦梦搅得有点头昏呢？只能希望这样。看来你是比较支持梦梦啊。那当然支持，这毕竟是他的主场。起码是我坐这个位置是梦梦的主场。梦梦，我们之前前半盘讲的就是一直比较的那种苦闷，因为一直在帮他想办法或者是总结原因都不得其所，就办法一直找的不是很多。现在不管输赢怎么样嘛，起码梦梦在最后的时候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才华。嗯，本来我们以为这学习结束了，对，准备复盘了，前面对已经准备把棋都拿走复盘的时候，对。而这个角确实有意思，等于白棋脱先黑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哇，学一招，以后不能去点啊！我们赶快跟他的进程。行，没准这棋还有输赢呢。然后他是补了，把这个补去了。哎，这个补的话，以后还有一个吃子吧？这就是一个目数问题了。就如果你现在去团这个，人家顶是先手。对，你就数一下嘛，黑的有四目。这个目很不好算，感觉。那我还算。你还算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以后就等于欠一个这个，即使吃完以后，一二三五六七八，也就才八目，折半也是四目，等于刚才四目，这个也是四目。但是就前提是这个子黑子变成了白子，就是他这步棋比这步棋大，起码便宜了。好一点点底下。对，起码黑子面的一目棋多一点。他能在读秒的时候算这个呀？那是梦梦。然后太厉害了。然后吧，打吃。等一下，那里边是双方都不能下，因为谁下谁亏一手。
哦，对，谁先走都是打金眼、嗯。所以黑的白的就干脆收官好了。像不像万年劫？万年劫有一番还是可以走的，而这个是真走不了。那现在给大家再判断一下形势吧。这个棋如果黑的只是简单粘的话，还是或许是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戏，但是可能判断一下还是很残酷。就即使不考虑到这个劫，嗯，只算里面都没目的话，嗯，好像还是黑棋好一点的戏，还是黑棋好。哼，天哪！天哪！黑的已经损失了这么多了，是吧？就是啊，这边也亏了，本来很大，嗯。以后一沾就这个，因为之前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差三十，就是重提，吃了一个，吃了一个，嗯，先这个，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他觉得很大，嗯，觉得很大，因为被黑棋加完以后，这有一拖。加完以后拖这个吗？我加完先走吗？走，我不走了。不走又拖。走这边。你大家就只好粘。本身这步间大概八目棋左右，还可以。你其实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他把这个挤了。嗯。哎，他怎么去挡这个呢？挡了之后有棋吗？挡以后也就是先手拖一个。嗯。因为现在所下不仅跟木数有关，而且双方要考虑到劫财，毕竟那有一个劫在那里。哦。嗯。所以他挡住也是以后有劫财。嗯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搬完以后吃这个比较。吃这个，嗯，比较好，比较实在。对，吃也至少八目棋。嗯，他就挡了一个这个，现在就进入到了官子。中间为什么都不走呢？中间是不是我刚才也想说，但是后来好像到处都露着吧。中间还有可以有一靠。嗯，靠一个。哦，啊，今天不是这样的，白棋补中间了，没粘这个。然后黑棋加一个，然后粘一个，然后白一个。可能这棋跟胜负无关，所以。这你能看得懂黑棋吗？黑棋又去立一个这个，嗯，这挡了一立，你能看懂吗？要出棋是不是？他这个唯一解释就是他担心这块棋的死活。哦，还没活呀？对，担心死活。有这两边就能活了。因为他如果不立的话，像把棋一粘，他做不出一只干净的眼。嗯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真的没有想到、这个。由此可见，他刚才就应该把这吃了。对，这个目数肯定比那个要大吧？比这个尾挡一个。对。等一下，一个挡。一个这个。下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双方现在都觉得？那个跟输赢无关，所以落子都特别快，都不用堵在三十秒最后就走了。这个，然后黑棋终于开劫了。嗯，黑棋开劫。嗯。有把握吗？还是挺厚的黑棋现在。你想，现在白棋能找到黑的一个劫吗？一个。嗯，一个。但是黑的想找劫很容易吧？这块棋，还有这种拐。
还有这种 low， 大地铺。哦，也就是说黑棋那块是无所谓的。对，黑的就觉得现在无忧劫，打劫能赢。起了。对，你刚才说那块就算白棋活了，黑棋也不错。等一下。所以它吃一块小的就已经够了。这边还有收着官子找劫。嗯。这边还可以回去。他先把这个劫找了。还有。这还有劫。那这个劫找得很舒服。哦，这还有一个，两个。提，嗯，提，打，打吃他没要，那他为什么要跑那一下呢？啊，跑哪个？哦，没有跑，没有跑，刚才就是这样的。好，这先生点去了，可以说双差距又一步拉近了。这先生点去还是很舒服的。嗯，其实黑的这个劫有点小，黑的找这块，对啊，你这个点很厉害啊，点了好像还有打劫，没有点，白棋肯定要走，那不走呢？不走我走这个是吧？对啊，然后他要是跟我打劫呢？这不，就是我把那个消了，粘住，嗯。你这都不要了？啊，不不不，这样吧，哦，这样我活不了啊。嗯，一团。可以活吧？活是可以活，算了，我给你打劫吧。这还是打劫，等于黑棋已经木鼠、哦、换了一个劫打而已。木鼠先便宜一个天木。是是是。对啊，可以找这个劫哈。对，他应该找那个劫。反正还放在这儿呢。有大劫总是找大的了。嗯。换这个。哎，为什么他不长一个呢？长也是大。那我这个和这个。回来好吧，也不一定啊。啊，这个便宜三，反正不到一目棋。好细呀、啊！天哪！可能是便宜点点，或者是不便宜。哦。然后搬这个。加，这都是黑的权利。嗯。其实现在基本上没官司，就是黑的，只要最后把这个拖，把这个拖去了，是不是白的还是不够的呢？拖一个白棋还不能粘上吧？不能粘，粘就死了，是不是要死？要死。先爬，啊、哦，哦就可以，都行，都行，都行，爬一个也行。嗯，爬。哦。然后你打了吃，这边长。不太清楚，跳。不太清楚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还是点，靠一个也行。哎，还是点吧，点了然后一挤这边。黑的没走。嗯。你跳这个。哎，已经黑中盘胜了。嗯，差不多是不够。嗯。哎，梦梦闪光点还是那一脚上，脱线了一步。对，这盘棋。但是无奈差距确实有点大，
主要就是这部尖嘛、嗯，当时是他实在没有头绪，他说普通的跳河被别人插，他肯定要小败，所以他拼了一道。嗯，当时我们说黑棋粘一个就没问题，但黑的等于实战把白棋吃光了，算是，就脚还是自己的脚，那边把白棋吃光了，等于黑棋又发力了一次。对，在优势的情况下又发了一次，而且还成功了，而且依然把白棋击溃了。嗯，所以这以后就优势实在是太大了。对，尽管后面一直忍让。嗯，这盘棋只能不能说梦梦不发挥吧，只能说这盘棋是小范的名局。大名局。全盘就是不仅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，嗯，而且就一开始给对手形成了错觉。哦，对。这个其实是最厉害，就你让对方明明其实形势不利，但是对方还觉得下挺舒服，然后这个时候对方还会出还手，这个才是最厉害的。所以这盘棋可怜的梦梦只能说见证了小范的这种教书式的防守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嗯，是。嗯，那好，那这盘棋就为大家解释到这里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儿吧。好，今天结束得很快哦。嗯嗯，那下次再见。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嗯。